新圣教的义兴大学第二十六届贤士同修，我们合掌共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第二十六届所有贤士同修，啊，今天是庚子年，啊，1月18日。啊，庚子年是多事之秋。回顾回去，全都庚子年，八国联军对中国很大的伤害，这是人类的浩劫。在前庚子年，鸦片战争，啊，对中国中华民族也一个很大的伤害，这是末劫。所以我们每一位来到世间投胎转世，我们都是要来世间修行，但是很多万万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些共业，而发生了战争或者各种不合理的待遇，而发生了浩劫。那么今天又是庚子年，庚子年本来我们没有去料到说庚子年有这个中国大陆武汉肺炎的天瘟，所以我们在己亥年一年四季大家修行法会，一直在祈祷台湾平安。果然台湾己亥年是很平安了，也没有台风，也没有火灾，也没有水灾，也没有瘟疫，在台湾是很平安。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在12月22日就是要恭迎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大家兴高采烈的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啊，台的神教啊在游行，在庆祝，啊，圆满了。确实，台湾是很平安。那到了春节，
还没立春，就中国大陆发生了这个天瘟。这个天瘟是来势汹汹，而是集合 SARS、禽流感、伊波拉病毒啊所发生所引起的天瘟啊，到现在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无奈？我们姑且不必去追究，我们只有要自我预防啊，自我要保护啊，才弄成口罩大恐慌，包括台湾啊的口罩也是大恐慌。原来口罩在台湾是在大陆在世界不是很抢手的市场，没有想到这一次庚子年的天瘟弄成口罩的市场之战争，这个也是战争，也是人与瘟神细菌的战争，所以这个都在启示我们。那么究竟这一次的劫难啊，天瘟怎么来的？用易经卦来追溯，就是地火明夷。动出爻，好，地火地火明夷卦，动出爻是卯木啊，丑土官鬼爻啊，卯木主生爻，化尘土化官鬼爻，化病进啊，这个是天人地地缘之下啊，卯木累积了而化为官鬼，化为细菌。那么在大量的开花，从地里面挖起来啊，把整个的细菌挖到满天飞啊，地里面卯木藏在地缘之下，化官鬼啊，这个主生爻啊，包括所有动物，还有一些啊建筑物，还有啊草木等等啊，压在地下很深，结果一建设起来了，大量的开花，所以初爻是地下地缘的之下，那么一动起来就是建设很多，就挖起来了，尤其在长江流域啊，很多的尸体啊、废弃物等等建设啊，挖出来细菌
当然就跑出来了，这个汉啊，十年前的 SARS 禽流感是同等的病源啊，所以这是人类所造成的浩劫，也是天意，我们也很无奈，只有自己啊，要保护自己，自己医学常识要做好，才免于这天瘟灾难呢、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人生六十，忧喜参半。啊，忧的，就是很多的劫难；喜的，我们就是在世间上体验世间。我们在天上世界是体验不到。人世间这个天瘟，所以当然这个天瘟不是人所需要的，但是所不能避免的，就是人类自我啊所引起的。所以这此次的啊，瘟疫劫难啊，从易经的卦象来看，就是地火明夷，地火明夷，地中的残物、残杂物、卯木，那代表所有其他的杂物。压了很久之后，一旦大树开花挖出来，我们也没有感觉什么，这个细菌呢就出来到处跑到处飞了。而且这个细菌你一万年它还是在里面在睡觉，我们人世间一年就很长，一个月很长，有灾难一天也很难过。但是这个地里面的劫难瘟神啊，它已经埋在地下那么深啊，那么久，一旦大树开花，它就浮上来，浮在地面，与空气接触，就在到处乱飞。啊，他们也在找栖息之地，就是人的身体。啊，一仗人一呼吸，一进入体内，细菌就开始活跃起来。啊，所以我们要戴口罩，口罩开始闹饥荒是有原因的啊。那就跟着啊，人类的建设有很大很大的牵连呐，也不可避免的。那只有做消毒。平时的消毒卫生啊是很重要，可是防不胜防啊，因为细菌里面它也有生命，人有生命，人的生命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细菌病菌它也有灵魂也有灵性，
他大五其外，细五其内，眼睛看不到。所以我们人活得好好的，因为有受身，你看得很好。事实上，我们的人的灵魂是不可思议、不可说，没有办法来讨论灵魂里面究竟潜藏着什么啊！所以这个和中国历年来多次的战争，很多的战争劫难、天灾地变，所有的瘟神埋在地下，我们大量的开挖，把它挖起来了，它就醒起来了。那安尼哈，哦，它就开始要找栖息之地，所以会进到人的身体里，因为人有呼吸，一呼吸呢，一吸进去了，啊，就在里面，很快的又作用了。哦，所以这个啊，就是《易经》里面我们才能够了解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开示我们，除了平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外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多行善事。多行善事的时候，我们的心和念头，我们的细胞会发出一种能量，这个能量哎，可以消化啊其他外来临时进来的细菌、病毒。所以老祖书真开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也是佛的教义啊！啊，不然这个瘟神啊，和因果力有相当相当的牵连呐。那么此次的啊，这个瘟神啊，防不胜防，他在空中乱飞，但是在飞也是有因果力的啊，在飞他也在找过去生无量劫来有冤有怨啊，才会发生这些莫名其妙一事无法来救急救的。所以佛说佛家的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诸佛的教义啊。所以台湾啊，这一次的瘟疫可以证明到台湾人民啊，善者居上啊，恶者啊怎么样的报我们不可谈，各随因缘。所以我们好事多做，平时呢要多修行，修行我们就是念的经、念坐、念咒、念佛，这个能量、这个音波化为能量啊，直接可以化掉这个菌、细菌、瘟神、劫煞啊。所以老祖师尊教我们要念经、要诵经啊，你诵的经诵的越多啊，再加上有因果业力报赏的基本观念的时候啊，平时人家会笑说啊，你那么傻在念经念什么经，业力一现前的时候就会了了分明啊。
见分明。所以我也还遵照王成老祖师尊开示，要我们大家要诵经念经啊，可以将这经的功德来回向，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那台湾就会平安，家家安乐啦！祝福各位。禅机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官网 ，Y。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死亡善知识。啊，瘟神、瘟疫都有因果业力报或是赏，善者赏，恶者报，啊，了了分明啊！所以报赏有的是天瘟。啊，有时是天灾，啊，这地震，啊，等等的，都是啊，在启示告诫我们，在世间上好好要修行。我们来世间上所享受的，不是只有说我能吃喝嫖赌以外，啊，享受了。就是要行功立德，所以我们的诵经啊，可以将这个功德回向，哎，啊，可以功德回向给第一你的亲人，第二啊你想要的亲友，第三啊给你的列祖列宗诸祖灵，第四。啊，你的冤亲债主，啊，第五法界众生，所以王禅老祖传了这个诵经法门，啊，是一个很上圣的法门，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我们要自求多福，自求要自修。自修有福气啊，你多诵一部经，也许浪费你十分二十分三十分，但是你的福报已经给家人种下了多少的福报呢？哦，所以诵经啊是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方法，诵经啊，就告诉我们的无量劫来冤亲债主，个人的冤亲债主，还有全体或一家人啊，无量劫来的冤亲债主啊，报给他们一条路哦。这样才会化于无形。台湾这几年来好多次的有天灾、有瘟疫、劫难、SARS、伊波拉病毒啊，还有禽流感啊等等，这些劫难我都鼓励大家认真诵经，你诵越多的经，你的福报越大啊！你也许你诵十部，你就有余春啊。那么你再多100部，给婚事，想给我们的家人，这样的话，劫难可以化于无形。啊，所以我们来世间是要找个姻缘，
自我修行以外，我们遇到了佛出世，传了那么多的经宝给我们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所以诵经的功德不可说，不可思议耶。那么这一次庚子年的天温啊，在整个的中国现在城市有受到感染的，到今天为止有93个城市啊，我们遵照王禅老祖书生开示，我们在仙佛寺的天坛升坛点灯祈福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要36天，1月13日到2月19日啊，这个解冤释结升坛之后又稳下来了啊，这个劫难又稳下来了啊，那么老祖哎啊，要我们发愿，大家集合功德，要到2月19日观世菩萨圣诞日，要有480万部的功德啊，天德经的功德来回向台湾天温会平安啊，大陆的天温也会渐渐的稳下来，化于无形。所以王禅老祖在这么37年来，每当有天灾有天温的时候，都要我们大家集合功德，诵经诵经再诵经啊，在法会来转思回向。那么至于有的人啊，不了解的，都认为哎呀那么迷信啊，那是他们的事情。我们本着本愿，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功德呢，我们认真诵经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在诵？有哈，好。啊，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啊，世间才能和平。啊，这是我们维新贤士同修们的责任和我们的天命，啊，是我们的福报。今天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啊，观世音菩萨、药师佛、诸佛菩萨导教慈航，传了那么多那么多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的功德，让我们修行，一面保护自己，接着再帮助全家人，再帮助啊我们的亲朋好友。所以啊，今年庚子年虽然是多事之秋，我们要知道要自修，你要自修，多事之秋也是可以转化的，有如啊2007-08测氧层的破洞啊，我们遵照王禅老祖开示，大家是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消灾化解升坛79天啊，在7月24日啊测氧层破洞可以消除，结果7月24日啊补了30%，不可思议啊，到现在来测氧层全部归于平静，人类才可以平安，但是还有其他的灾劫会到，我们一定要自修自修。
多福啊，祝福各位。鬼谷先师传妙法利人，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我们的教育体制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回顾过去37年来，每当有天灾、有天瘟，臭氧层破洞、天坑地洞等等的劫难到的时候，大慈大悲的黄禅老祖教主慈悲，要我们大家集合功德诵经啊，深谈法会，都一一的解除了啊。有的人说，哎呀，师父，我们这么上了半时啊，人家也都不知道。你不必要顾虑人家知道不知道，因为是我们每个人的天命，大家都是从蓝天而来的菩萨啊，是要来挽救这个地球的劫难，保护地球，让未来我们子子孙孙能够来地球上再修行。所以我们的天命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所以我们不要去跟人一般的众生计较，我们只能跟自己计较。跟众生计较，我们永永远远的与众生同等的无智啊，我们与自己计较，我们才能够升华。所以我要求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多用一点时间来恭诵经宝鬼谷先师天德经啊，作为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瘟永息、天灾永息呀、啊！啊，这是我们的福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福报分享给现在地球上所居住的人、有缘的人，分享给他们。那你当下你就是佛，你就是神，你就是上帝，你也就是阿拉，你也就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呢。所以我们宗教有的人不理解，说你宗教可能拜百年，事实上宗教啊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一个教义啊。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学易经是在保护自己，也保住你的家人。那么借着学易经的一年啊，来修行佛法、道法、圣法啊，都是有利于众生的。所以啊，这一次今年啊，这个天瘟原因就从地底下大肆的建设、开采，把在地下睡觉的啊这一些病菌叫醒了，在空中飞扬。啊，空中飞扬没有地方可以安栖，就我们的呼吸就
跑进去自己的肺部啊，所以这个是很恐怖的。但是你防也不胜防，那只有相信佛家所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因果报应不是不报，时间未到。那我们既然时间未到，我们就自己好好修行，多念经。念经是一种能量开发每个人内在身体细胞的抗体能量啊，抵抗游离电波啊，干扰到我们身体啊，我们的人的身体大部分的电波都比较微弱啊，所以啊因为我们平时烦恼多多啊，饮食健康等等不注意啊，就很容易染上了这些病毒啊。所以王禅老祖啊要我们唯心正教，说唯心贤士同修本啊，大家要诵经要念经，集合功德可以化险为夷啊，了了分明啊。回顾到啊，这七八年前的 SARS 啊 ，SARS 呢啊非常严重的时候，大家人心惶惶，已经侵蚀到台湾来啊。那老祖开始慈悲，要我们诵经、药师经啊，多少天达到几十万部的功德，在哪一天？农历的六月四号，当时是陈水扁当总统啊，他很烦恼的来请示王禅老祖啊，这个灾难什么时候可以化为无形。所以我们在禅西山仙佛寺开始建设了世界和平钟楼啊，开始护摩法会啊，告诉当时的总统陈水扁总统啊，说农历的六月令就可以解除这个天灾天瘟啊。所以啊，陈水扁总统啊回到总统府啊，发布说在五十天就可以解除了，结果刚好在五十天那一天呢，就完全解除啊！大家呢，全国百姓啊，有的在赞叹陈水扁总统啊，他的福报，他预言很准，五十天可以解除啊。王禅老祖要我跟他说，六月令会解除，不管什么时候解除，都是化险为夷，这是我们应该理解的啊。所以为了整个的天瘟，我希望各位同修啊，多利用一点时间，多诵经，多诵经，再诵经，那样的话啊，你可以自利，利他，利众生，你就是神佛天公出神也化身啊，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灾永息，天瘟永息的啦！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所望善知识，用意知天机。因为《易经》所包含的大五其外，细五其内，
不是一般凡夫众生所能理解的。不要小看只有六横，六横里面就蕴藏的244,600局的智慧嘞。所以易经我们要学的是一辈子的事，但是我们在学的过程中当下现就可以用的，唯心圣教，用义利人天啊。易经已经是有7355年的历史，伏羲氏的一化开天，再辟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万法里面有生老病死苦，各种死不完的法都在里面的。所以我们大家有福有缘，今日唯心圣教王禅老子的经年座前，我们学习易经，借由师父生口意来供养，将易经阴阳对待的法则开示给各位理解，然后来用。所以这一次这个天文我用易占卜起来，就汉十几年前的 SARS， 同一个病原体系，就是地火明夷动初爻地火明夷动初爻是卯木，它呢压在地炎地里面很长的时间，一旦开花建设，就把这一个细菌温虫温神打醒挖醒起来，就开始到处飞扬。所以这个是卯木，卯木化为尘土，化官鬼就朽木朽木里面的，再加上地火明夷在火里面形成一个温度以后，就在空气中在飞扬，在人的呼吸里面就吸进去了吸进去有福的人你没有事无福的人就发生了问题。福星就是我们所易经所开示的，就是祖孙爻福星就是祖孙爻，就是福神就是天一所以这天一伏藏在地下那是卯木细菌在土地下浑身，加上现在的建设尽量挖得很深，不把细菌挖醒起来了啦，就到处飞扬所以你要我消除这个灾劫，除了我们研究医学消毒以外，防不胜防既然出来了到处飞扬，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一直蔓延出去，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那个省份几乎很多很多，究竟有多少我们没有办法来估计啊，但是呢老祖要我们修行，大家诵经，在天坛现佛寺的天坛1月13日开始升坛，由维新圣教幻贝学院圆中禅师院长带领的幻贝法师，加上我们一心大学所有的贤士同修，大家一起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天德经就是天公经啊，当然九天啊，这个不是只有人能够解决的，也要天，所以人不能逆天呐。啊，那至于啊众生疑神疑鬼说啊，中国大陆他们在研发什么细菌怎么样才会出来，是不是这样？我们没有看到，但是依照真理来研判。啊，易经研判啊，就是埋在最土里面很久累积以来的朽木杂物还有废弃物啊，盖在里面，现在建设多了挖出来了，吵醒了这些细菌，就开始细菌要找栖息之地，就找到人的身体上来了啦。啊，细菌究竟有多大的体积？细无其内，显微镜你看也看不到。啊，人的灵魂也是细无其内，显微镜也看不到。人的身体，啊，有时候身体看得到。啊，但是细菌啊，它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同等的等号，所以这个等号如何让它发挥有灵性有觉性呢？啊，那就是只有依照宗教的法仪，佛说的经宝啊，我们大家专心一致来诵经鬼谷先师天德经啊，你一直诵这个天德经，每个人诵有600部啊的功德啊，这化为能量，就可以将这些细菌啊一起啊化于无形啊，所以这个也是老祖师尊开示的啊，奉送这一些细菌能够往生啊净土，活净土啊，汉人的冤仇解冤释结就在当下，所以我们鼓励各位同学们多诵经多回向，在农历2月19日应该啊这一个啊天温呢啊会化于无形稳定下来，这个是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你们的功德天呐、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教义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为民祈福的教法。好，那我们除了学习中华文化易经，易经就是天人阴阳两界的沟通语言，也是阴阳两界的
啊智慧，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